何星星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林浩呢？怎么还不把他放回来？林浩已经承认谋杀梁光强的罪行。你们诊所涉嫌包庇凶犯和非法经营，所有人带去警局，通通调查清楚。走。哎，何星星，你这是疯了吗？把裴伟摘了。何星星，你疯了吗？哎呀，两位军爷。 可得小心啊！哎呀，住一个安全。哎，就这一块匾，哎呀，兄弟，我的屋里还有好些锦旗呀、啊，你要不要啊？哎呀，去！哎呦，吴仁英，讽刺警察！哎，我可以将你就地正法，当场击毙。你，何星星，你疯了吗你？拿枪指着吴伯伯？你看不出来，他就是疯了。都带回去，是。回去以后慢慢说，走吧。哎。 星星，你刚才不是说真的吧？你跟诊所他们关系那么好，这么说话是不是狠了点儿？就不说林医生明显就喜欢你吧，之前他还救过你的命呢。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故意支开吴老板他们，就是为了保护案发现场进行勘查，就是为了给林医生查清真相，才故意对他们那么凶的。小点声，你想全世界都知道啊？ 这个凶手极其猖狂，应该不是初犯。警局里应该有他的犯罪记录，把指纹尽快找出来。